奇遇森林。奇遇森林，镇真的好大哦。对，这里就是你们的任务一啦。哦，好。Hello。哇哦 ，Hello。Hello。我们这边请哦。好。好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户型员老李。今天由我给大家来讲一下户型员的工作内容。户型员要成为我们明星朋友和我们游客之间的沟通桥梁。比如说我们的明星朋友做了，就是表示他们开心，对，很开心的意思。比如说他们做了害羞，对啊，非常的聪明。如果我们遇到一些被动性的游客的时候，我们可以主动的引导明星朋友和我们的游客进行一些互动。比如说可以从天气、节日或者从游客的衣着打扮入手。比如说排队区有一位小姐姐，其实她非常喜欢我们的明星朋友，然后早早的就把外套已经给脱掉了，但是见到我们的明星朋友的时候，她非常的害羞，然后也不知道该说什么的时候，我们这时候要说，喇布布，这位小姐姐为了见你早早的就把外套脱掉了哦。这时候我们的明星朋友也会做一些暖心的动作，然后我们要以我们明星朋友的口吻说，哦，我们的喇布布说谢谢小姐姐的喜欢，一会儿跟我拍完照赶快穿上外套，不要感冒哦。哦，这样你要做动作吗？做动作更好哦。好的哦。这样可以提升游客的那个体验感。我们的明星朋友已经等了你们很久了，我们出来熟悉一下吧。好。但是一会儿大家一定要叫明星朋友，如果要叫玩偶就判定错误了哦。哦，妈呀，我们说他名字，拉布布，台可可，台可可，明星朋友，我天哪，好紧张。营业了，营业来了来了。你好，拉布布，小心台阶，还有三步就到台阶了，我们小心一点。好，一阶，再上一阶，再上一阶。好，我们安全的到了平台下了，真棒。我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停下来。哦，你表现得非常棒。他说你这个带的不是他哦，那我现在我马上下一次来就带你。我们的那个男生，那个男生头上有哦，他有跟你一样的哦。我们还有几步就到了哟，慢慢的一步，小心，快到了，太可以迈了，一步，好，再上一阶，我们安全到了，真棒。哇，你好你好，哇塞，哦 ，Hello， 嗨 ，Hello， 看我头上是你。哦，哦，他想跟我们一起牵手，然后跳。等一下，看动作，开始跳了。哇，跳得好棒！跳得好棒，跳得好棒。好可爱，就带我弟。嗨起来，嗨起来。真棒，你的小帽子真好看啊。这要没有夸他啊，你的耳朵也很好看，又高又直。反正你继续继续，毛茸茸非常有光泽，一看就是休息的非常好。身材也特别好。Hello， 我们跟明星朋友的五分钟熟悉时间到啦。哇，好开心啊，一个爱人，一个艺人。请投票。本轮被回收 offer 的是六号调查员，请沉默离场。六号出局，向阳出局。打，准备打，准备打，准备打，来来来来来，陈天来。来，赵阳要来了，我们要准备好了。迎接他。你是谁？您猜猜。我们第一轮觉得你像好人。我是好人。但第二轮你的发言不是特别的好。我感觉我第二轮马上就选了。慢点，往那边，慢。站好了啊！站好了。这有这么欢乐吗？这有点欢乐。要不要换个位置？在这边会好一点。啊，我到那边去。你也可以上来，到上面去也可以。啊，没事，我下跟刘律师悄悄话。你看我这边记得哈，
你第一轮是保了小胡，清彩了四五，保了 VV， 这是你第一轮的啊。邓斌，你的第一轮，第一轮他认为一三是做好的，清彩四五六，他说他明级明以上，他喜欢玩这个类的游戏，看上去没有什么差错，就他的发言。文婷的就只是说他喜欢玩这个游戏，我当时就已经飙狼了。对，我感觉，然后我觉得很紧张，很紧张。那先不盘他嘛，先盘要去那个狼坑位。嗯，然后文婷是一个，然后凯凯也是狼。你觉得凯凯是狼？我觉得他是狼。OK。然后小白兔应该也算，对，我觉得。是。下面武器开一个。哦，对。那五有可能是。我觉得这个起来可能不一定是那么好。对，不一定。第二阶段就是我们自己练习的这个阶段，十分钟时间，好吗？按照刚才我们跟你们的这个教学的方式来进行甜品制作。OK。刚才我们第一个就是先戴手套，大家可以去戴一下手套。再来一个。来吧，咱们可以先做这个。小甜豆。对，第一步应该干什么呢？用这个。就是这个啊，先。老师，那我俩已经分工了，是我就不学这个了。他做可丽饼，可以。那我就学这个。先撒这个粉，对的。老师，这么多够吗？够了。老师这边漏了一点啊，没关系。然后给这个盘子放在中间，然后胆，非常好，再胆一点点。对，胆，对，好，对，可以，走，对，就是这意思，特别的好。好，然后这块再稍微补一点点，可以了，完美。然后搁在这儿。你要注意什么呢？我们在粘的时候，刚才我说过了，这个帽子这个形象呢，应该是冲在这边的，所以千万不能错，好吗？哎，好的，对，粘稳了啊，稍微的手先稍微的给它推进去，对，稍微拧一拧，哎，好了，我两个完成了，好的，哦，非常好，可以，然后用刚才我们的这个玫瑰的这个果馅儿。顺着中间，对，记得说小心一点。就是你们两个等下接电话的时候说简称算了。你这个就可丽饼，你那个巧克力和草莓，徐文婷。行，小甜豆和 Cry Baby。对，这个秤的使用方法就是，你看我们比如说把这个放在克秤上，它就会出现克数，然后我们轻点它，它就会清零。把那个秤两个秤分开。哟，那我得换手套了。对，所以我没有抓。我没注意，是对，大家觉得哪个有操作难度，可以去尝试一下。十分钟可以做俩，我感觉。我建议的话，就是大家可以多尝试一下这块。粉红是吧？对。我们做个草莓的呗。第一步，拿一个杯子，青柠汁20毫升，草莓果酱100克。你们发现有重复的吗？没重复的直接放一块儿算了。有几个有。青柠汁是重复的，糖水，把公共的可以放一块儿。其他的就直接分开算了。大家注意时间啊，我们现在还有5分钟的时间，千万不要超过了。还有5分钟，我们甜品应该差不多了哈。对。饮品呢？饮品多长时间？饮品还在实验。啊。哎，香草糖浆和糖水是一个东西吗？冰多了。哎，这个秤瓦，这个秤坏了。好混乱的场景。老师，这个看起来好好吃。对，真的好吃。一会儿你们可以尝尝。好，可以尝尝。Nice， 很好看。啊，等会儿就要吃点。哦，是吗？好的，完成了。我们甜品已经完成了。饮品呢？这边咱可以注意掉，咱不要，一定不要空，一定不要空杯。对，咱们要把它给它铺实。番石榴汁和番石榴酱有区别吗？有。完了，番石榴酱是那个红色的，像番茄酱一样。不是，它是哪一步呀？好的，那我们现在时间已经到了，然后呢，把刚才你们做的这些甜品呢，我们撤回去。可以吃吗？可以吃。啊，那就把我那杯喝掉了。吃。拿草莓。那边。哎呀，迷迭香的味道好重啊！张强，你吃吗？吃完送你上路。你信我啊？现在应该不算那个什么的环节。不是他诓嫖了，他要我相信他不是故意诓的嫖。
这个是妹打均匀，然后再回重新打一打。你这个为什么既有草莓又有芭乐？混了。李斌，你信我？端头饭。那么可怕！吃，你饿了？吃完送我上路啊。嗯。反正我吃不吃都得上路了。快吃！吃不吃我都得上路的。你饿了，你饿，快吃吧。你给我一半吧。最后一口，回去就要去陪六号了。你可以掰一点给我吗？我想尝一下那个。我掰一点。好吃吗？好好吃，很好吃。嗯。这是什么东西？这个是翻糖。翻糖是？翻糖是用糖、用巧克力啊做的这个装饰物。尝尝我做的蛋糕。